那我最想，我现在最想的应该是我老公吧？是你老公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就欢迎郭赞哥，请就现场。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油啊？讲话这么油？来来来，先摸一下好不好？摸哪里？从头开始摸。你不，你的头跟人家的头为什么位置不一样？头 ，head，head，head， 哎，老公，加，老公你怎么变矮啦？你明明就没那么矮啊！那你继续再摸摸。你是怎样？你半蹲吗？还是下 B 三？你不要乱讲，对不对？他从五官开始摸起，好不好？嘴巴张开。你老公单眼皮对不对？来，你摸眼睛。等一下啦，我摸牙齿就知道了。你摸牙齿，你为什么好像法医一样啊？那你闻他的味道，这是什么味道？你干嘛摸一摸叫我闻？老公啊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昨天才那个，今天又要见面，有那么想我吗？你干嘛？你怎么肚子变小了？那这你摸啊你啦，不要再摸了，我跟你讲，看起来有点猥亵呢。这个你大概摸完了，知道了就可以讲了，这个腿，这个腿比较短了一点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去截肢啊？怎么变那么短？所以你到底是谁？来，你根本就假装我老公，我老公没那么短。好，坦白讲，真的吗？那我跟你讲，有可能那个不是他老公，那换这一个，换这一个，可能是另外一个，来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个换一个，好来，你试试看这个。来，为什么你摸头都要先摸下盘的部分？因为这个身高哦，嘴巴张开。来啦！前面这一段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请你试摸一下，我没有叫你鬼狼个敲嘞，敲哈固。好了啦，秀琴姐，等一下，我摸一下。你摸上瘾了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头大只有两个人哦，一个是贺一航，一个是许志豪。掌声鼓励，欢迎许志豪。另外乱言，另外一位呢？习惯了，你顶风干，好惨，超帅。